希望可以帮助考生来缓解情绪应考。我们来看到高雄市的国昌国中日前就礼请了佛光山的宝华寺前进校园，为考生举行了祈福的仪式，希望考生能够获得佛力的加倍，为自己考取好成绩。宝华寺住持觉来法师带领学子恭读星云大师为考生祈愿文，学子们手捧蜡烛跟着虔诚祈愿。高雄市国昌国中为了让参加会考的学生能够安定紧张情绪，日前礼请宝华寺法师前进校园，为学生举办祈福仪式。谢谢宝华寺的师父今天来到这里为我们祈福，还有大悲咒水，让我们能够更安定。来办这个祈福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安定考生的心情。我相信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在面对会考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从容不迫的应考，那也透过这样的仪式让孩子们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反省过去这三年来的一个学习状况，让他们在未来的考试当中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今天呢，透过考生祈福活动来激发每个考生能够奋发向上的精神，同时呢，透过祈福的活动来安定考生们的身心，让他们呢能够将他们平常所努力的这个成果呢，在考试的时候呢，都把这个实力能够展现出来，也让同学们呢能够跟三宝结缘，让他们呢能够如他们所愿哈，祈求佛祖的加持力量呢，能够呢让每个人都达成他的理想跟愿望。宝华寺义工引领学生来到佛前献上祈愿蜡烛，也送上大悲咒水，希望让学生们能够共沐佛恩，获得佛陀加持，亦有考取好成绩。因为是黄国中高雄采访报道。